各位同学，台湾历史与文化第十一讲，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清代台湾家族与社会。清代台湾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延伸，也是怡肯社会的表征。台湾家族的发展过程在汉人怡肯社会中具有相当大的意义。透过家族怡肯以及发展的过程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地方的开发与汉人社会的建立有一贯而具体的观察。汉人渡台移民在开发初期以农人、工人乃至于无业游民为主，少数文人以及投资开垦的垦者，辛劳勤奋垦荒有成，经营产业，拓展商经贸易，成为地主后逃给。此外，相对台湾宽松的科举名额，加上特有的交级、越级名额，使得农商子弟因为科考功名而进入上流社会，攀龙附凤与官府相互往来，得到更大的发展助力。台湾社会阶层流动相当的迅速，在社会群体的地理移动上，台湾汉人由早期祖籍地缘分类意识，逐渐转型为新的地缘认同意识。同时，透过购买或开垦经营土地，快速的致富，成为一地的豪强。也有不少的地主家族在社会变乱、事业失败等因素，或者子弟挥霍尽散家产，而有富不过三代的夙愿。由于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汉人宗族组织的形成结构及功能呈现非常复杂的样貌。台湾宗族的形成与台湾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本讲的重点在讲清代汉人社会的转型，第二是唐山祖祭祀组织与开台祖祭祀组织，第三个是地方家族崛起的类型，第四个社会流动下的士绅家族，第五台湾文人士绅。先来谈第一个重点，清代汉人社会的转型。水利的开发，水稻的耕作普及，人口大量的增加，土地的所有制复杂化以及社会阶层化，可以说是清代中期以后台湾社会所产生的最大变动。前面几讲我们已经跟同学讲过水利、水田化、人口、土地、所有制 的说法已经讲得很清楚， 因此今天跟同学谈的是社会阶层化。台湾开垦初期啊，由于怡垦大多数难以立足于原乡的贫苦农民，他们在豪强的领导之下怡垦台湾，生活艰苦，自求发展非常困难。怡垦社会富有流动性、不稳定性，不但人群的地理移动非常的频繁，而且社会的上升流动也极为活泼。那移民迁台对社会环境并不熟悉，地方认同很薄弱，因此对于定居的地具有选择跟无根性。这种心理上的无根性跟对地理的选择性，使得移民的社会人口流动频繁。此外，台湾怡垦社会中的移民大半是争逐名利而来，唯利是图的动机之下，导致呢移民频频的迁移，传统社会的宗族制度呢就没办法普遍的建立。在清代一田二族的土地所有制之下，大住户大部分呢是不是县耕佃民或是小住户的转移而消失的，他们是属于社会上层的荫富之家。那这些大住户的阶层大部分
都离开了这个村的地主，属于居住在城市内，收租事宜都委由各地的租管管家来负责。至于代表小租户的中产之家，在清代历史中，他们拓荒垦地累积财富，要进大租户，成为深具影响力的地方士绅阶级。或者这些小租户呢，仍然居于中产之家，但是他们在清代台湾乡村社会的活动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小租户从垦守手中掌握土地的实权，更进一步将土地的佃租给现耕的佃农，但大多仍然保留一部分的耕地，他们没有离开乡村社会，成为村落集团中的领导阶层，是维持乡村社会的重要的头人。那清代台湾的移垦社会中有不少下层人士或家族呢，随着土地开发组织的形成，汉人移民社会的亲属团体宗族就开始茁壮发展。第二，我们来谈的是唐山组织祭祀跟开台组的祭祀组织。中国的家族组织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同居共产。台湾的宗族制度的成长可溯源于明郑时代。那台湾的氏族呢，以陈林、黄章、李王章、蔡刘杨为长宗。这十大姓氏之中啊，大多来自于闽南，来自于广东，只有刘姓比较多。其中随着正式政权移入者，以陈、林、黄、王、蔡、刘六姓为多。康熙时台湾纳入清朝版图，汉朝移民从原乡传统的家带来台湾，也把将传统的婚家带来台湾。没有恒产的家，说婚家就婚家，那贫穷人家要请公亲或者父母来主持，当面说清楚就婚家了。那移民初期呢，虽然有若干的宗族集居的现象存在，只是他的势力还没有达到普遍性。那根据戴元辉教授的调查，佃农婚家比较早，那父母还存在的话，只要兄弟都已经结婚了，就开始婚家。那有恒产的家庭，婚家就比较慎重一点，会请公亲，还要写纠书。那这个纠书就是财产分割的文书啊，重在这个纠字，为了求公平，所以是捻纠。因此呢，家中的兄弟叔侄的财产分割的文书称为纠书。那异姓，也就不同姓的两家的财产分割的文书，只要经过有捻纠的形式，也叫称之为纠书。那移民社会要有足够的人口才能建立宗族啊。当时资深来台或者小家庭迁徙入台的这些人，在台定居久的时候，逐渐的家园团体成型。那台湾的宗族制度的成长，也就表现在宗庙加持的建立。大约在1850年代，台湾各地已经普遍有宗庙加持在宗教团体上，并且有主公会的成立，而且流行的单姓系或者自姓系的祭祀活动。那么所谓的单姓系或者自姓系，是指演戏酬神等祭祀活动的时候，由同姓的居民共同筹办，它的作用在增进同姓或者同宗的联谊。那么除了宗祠的祭祀之外，台湾的宗族组织可以从祖产的建立来看，这一类的祖产称之为祭祀工业。那汉人移民台湾之初，大部分只有做短暂的居留的打算，后来逐渐定居。那么对于祖先的崇拜，仍旧呢是由在台湾的宗族成员这个筹资派员回籍祭祖。可是经过长久定居之后，不仅回到本籍祭祀不方便，而且在台的
宗族成员更加繁衍、哦、那宗族有能力者或者说有功名者就倡导那就建个祠堂设个工业，这样的话宗族组织的建立就已经形成、哦、那显示出汉人移民已经决定把台湾当作永久的家乡，归纳台湾汉人的宗族组织呢，约可分为唐山族跟开台族为祭祀中心的两类型。台湾的祭祀工业组织组成分为、哦、这个纠纷制祭祀团体与合约制祭祀团体，两者都是以祭祀祖先为目的，但设立的方式却不相同、哦、那纠纷制的祭祀团体是纠纷家产时抽出一部分来做祭祀的工业，纠纷时对家产有份的人全部为派下，而其派下权的分量则有照其家产应分而来分配。那合约制的祭祀团体呢，是从来自同一个祖籍的垦民以契约的方式共同凑钱而购置田产，派下的人仅限于出钱的族人。所以纠纷制的祭祀工业呢，是纯粹基于血缘关系所组成的宗族、哦、他们祭祀的祖先通常是第一位开台族或者他的后代，故称为开台族祭祀组织。那合约制的祭祀团体所祭祀的祖先是世代通常比较远，成员更多，但是想祀的是从来没有来过台湾的唐山同姓祖先、哦、故称为唐山组织祭祀组织。那由于台湾汉人宗族成立的时候，他设立的方法有别啊，那在宗族内的各个成员的权利义务也不相同啊，分别简略的来讲啊，开台祭祀组织他的成员资格以开台族或者后代子孙组成，那成员有明显的系谱关系，他们祭祀的对象是开台族或者他的后代。他的组织运作、啊、就是祖产中留一部分作为祭祀工业，每年的祭祀会由工业支出，有些家族为了鼓励子弟、啊、参加科考会拨出一部分、啊、作为奖励。那么唐山族的祭祀组织呢，他的成员资格、啊、是原乡同姓的人为了求联谊、啊、以入股方式自愿的加入、啊，那么同姓之间呢，彼此不一定有清楚的血缘关系，有系谱关系啊、哦。那祭祀呢，对象是以唐山原乡比较显赫的同姓祖先为祭祀对象啊、哦，这是一个凝聚同姓的情谊。他的组织运作呢，以入股啊、哦、的股本为基本，然后放贷生息啊、哦，购地收取这个地租，作为每年祭祀之用啊、哦，既有法人性质啊。哦，权力继承仅限于最初加入者的后代以及其他同姓无法加入。那中国宗族的这种财产分配法则是从分家的观念而来的，因为成员之间有清楚的系谱关系，所以一切的权力和义务的分配，开台族宗族的以造房分这个方式最为普遍。那唐山祖宗因为组织形态的复杂啊，祭祀工业的分配方式是按照股份或者丁份啊，照丁份的丁阿公通常是以某一位唐山祖为其团结核心哦，祭祀工业采取丁阿回的形式，那丁阿回又可以啊作为法人，再联合组织成更大的祭祀团体啊，称之为祖公会。第三个重点，我们来跟同学谈谈地方家族的类型。那台湾移垦社会的特殊环境，具备有领导能力精湛的武艺，或者这种任侠精神以及经营农商事业的优越能力，能够借着他的这个才干白手起家的例子非常多。我们选择的案例说明如下。第一个呢，我们看家族与区域发展的有
新竹的王世杰。那王世杰是泉州同安人，是竹堑开发的第一个人。在康熙三十年的时候，王世杰呢率领他的亲众入垦这个竹堑，以阿妈街今天的新竹市的东前街这个附近这个为中心。那到康熙后期的时候，新竹市已经大肆开垦，那新竹地区留有很多开发的遗迹，比如说水圳的隆恩圳的开凿，灌溉面积有400多甲，奠定了新竹农田水利的基础。那么 王氏家族兼权兼地，献地兴建的祠庙，因此现今的新竹市内几座有名的寺庙里面都有王世杰的长生入位，如现存的这个竹帘寺啊，叫城隍庙。第二个是金广湖垦号江秀峦，那新竹的东南丘陵一带，因为水源取得困难，而且地处生番出没的地方，拓垦进度比较缓慢。在道光14年的时候，淡水同知李实业因为汉人与原住民在土地开发的冲突日多，于是呢就命令客家人的江秀峦与闽南人的周邦正两个人筹募资金，共组成金广湖垦号。那江秀峦垦守在开垦担任守隘督垦，金广湖公馆成为当地垦号总办公室。到了咸丰同治年间，金广湖已经开辟了北埔一带5-6个村庄，并且更往内山拓垦，组成金广湖大隘。那么还有丰原的张达经呢？张达经是广东潮州大埔客家人，在康熙50年的时候只身渡台，到了大甲溪北岸以岸里社的人交易。那当时这个地方瘟疫流行张达经依靠他的医术行医治疗当地的这个患社的社民备受原住民的爱戴。那这个土官阿莫呢，就将女儿嫁给他因此人家称为还阿虎妈、还驸马那之后他又担任按理社的通事并且广治田产招佃开垦。在雍正年间他联合呢几位闽粤汉人业主以割地换水的方式呢这个取得广大的土地。张达经对台中盆地北区的开发贡献良多现在台中神冈区社口的万兴宫这个还有供奉他的长生入位。另外是吴沙开垦格马兰，吴沙也是福建这个漳浦人他迁台之后呢，一开始在山雕社与原住民做交易，发现当地的这个宜兰地区的那种平原这个沃壤还没有开发成田地，因此是招募各级的游民进行拓垦。那林爽文之乱的爆发之后，淡水同知徐梦麟担心这个匪徒呢逃往后山，因此招请这个吴沙协助还患同时呢默许吴沙开垦的事业。在嘉庆年间吴沙得到了这个柯成等人的资金协助呢，广招流民进入哈马纳就格马兰建筑土围那开始开垦。那吴沙过世之后呢，汉人这个拓垦的范围已经拓垦到四围，也就是今天的宜兰所以有人说吴沙是后开兰第一人那第五个我们要讲一下彰化平原的施长林垦号那水利的开发是一项高利润高风险这个维持不易的事业。那水圳投资固然困难，但是它修筑完成之后呢，却能够扩大家族的利益。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讲过那新竹八宝圳的施氏榜这个施氏的家族在半县，就是今天彰化的地区的垦守那修筑 八,
八宝圈解决灌溉水源的问题、哦、成立了施长林垦号。那么在彰化地区开垦、哦、这个造圳事业极为成功、哦、所以施家就成为台湾中部的有名望族啊。再举一个例子，就郭溪流、哦、开垦台北盆地。那么郭溪流经兴建刘公圳、哦、郭溪流原籍是福建南靖、哦、那小时候跟着父亲来台湾居住在半县，在彰化这个地方。乾隆年间元年的时候呢，在北上从事土地拓垦，那么他觉得这个台北盆地的水源很缺乏，就开始呢这个从新店溪上游开凿水圳引水灌溉台北盆地。那由于工程非常浩大，手绘不至，这个郭溪流就变卖了这个彰化的田产，全力投入水圳的兴造。那在乾隆25年的时候完成灌溉大平林武庄的灌溉这个水渠称为武庄郡。那郭溪流又继续呢架设这个物理歇溪的这个水桥，引到台北盆地的水源。那因为这个工程非常困难，变更设计埋设暗渠，不料在乾隆30年的时候，暴风雨中全部摧毁，他多年的心血全部都付之于一旦。那之后他的儿子呢继续完成。那么在新庄跟三重的部分的特垦呢，有一个重要的家族，就是张世襄的家族。张世襄是泉州这个晋江人，他们的家族这个很多就具有功名的。那张世襄本人在29岁的时候从永春县这个茂吉被发现而除名，于是呢这个东渡来台，30岁之后补入凤山籍的台湾府学生员。那从世襄以下这个子孙登科中举的非常的多，那张世襄就举家迁台，先后在台南凤山拓垦，最后呢往北发展。那张家北上创业的首站就是新庄平原。那由于张家跟各店垦的努力，后来这个南新庄平原的可耕地都已经开挖殆尽。那第四个重点，我们跟同学谈一下社会流动下的士绅家族。那黄富山教授认为台湾是一个清帝国边陲地区，汉人都是经济性的移民，他首要的目标就是生存跟致富，以至于他们作为向上社会流动的基础。那么清代台湾致富的途径大致呢有拓垦后来经商致富，那成为地方的领袖。那开始呢是追求政治地位，初期台湾的士绅大多以这个捐纳军功方式取得官职或是官衔。到了道光文教发展之后，经由科举管道取得这个功名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举出清代三大家族的一个崛起的案例了。首先呢，我们就跟同学介绍新竹的郑家。那郑家的祖先呢，在明朝末的时候从漳州府那到泉州那最后在这个金门这边定居。但是在乾隆44年的时候他的后代子孙郑国周就率他的弟弟郑国堂国庆一起渡台，定居在竹堑的后龙，今天的苗栗后龙的西周这个地方。那国堂的儿子郑重和捐官成为监生，那来台之后呢先后在后龙教书，那因为累积的这个财富因此呢就投资土地开垦，那郑家成为竹堑地区富有的家族。那郑重和也成为地方这个领导人物了然后他的儿子叫做郑用锡，23岁的时候考上进士，30岁考上中举，那37岁中进士那是第一个台湾本籍赴京到北京考中进士，所以被称为开台进士或者开台皇家。那郑用锡一生参与过许多地方上的公共事务道光22年英国的海军侵犯大安口的时候，郑用锡就募乡勇援救那
咸丰三年的时候，淡水发生分裂械斗，他也协助那官府维持治安，并且呢撰写劝和论，这个劝告乡民，那晚年在竹堑的城北修筑一个北郭园，那他有著作叫《北郭园全集》。第二个家族我们介绍的是板桥林家，那板桥的林家祖籍是漳州龙溪，那开台的始祖叫林应允，那在乾隆四十三年西带他的儿子叫林平侯来台湾落脚新庄，那林平侯以经营米跟盐而致富，因此叫捐官入仕，那捐官就是用钱买官，买头衔，买封爵等等，各种官职都有，都有定价。那清朝政府不愿卖官之名，所以称为捐书。那后来呢，这个他称病辞官，专心做生意。那因为新庄发生械斗非常频繁，整家就举家迁居到桃园的大溪经营米盐的运输生意，又投资购买大批的土地，在桃园、宜兰、台北都有留下庞大的地产，成为台湾最大的地主。那林家随之呢，后来迁居到板桥，所以我们称之为板桥林家。那林平侯有五个儿子，取名为这个饮水本师言的意义，将家产分为饮记、水记、本记、诗记、元记五记，依序给国栋、国仁、国华、国英、国芳，其中国华跟国芳所以同母兄弟，才气出众，那将他们的商记合并为林板园，设置林板园记事工业，所以林板园成为林家的标记。好，第三个雾峰林家，雾峰林家原籍是漳州，那第十四代的林氏呢，在乾隆十九年的时候来台湾，居住在大理，后来因为林爽文之乱受到牵连，就迁到大武，现在的雾峰。那林氏的孙子林甲寅的这个诸子分产之后，分为林定邦跟林殿国两个兄弟，也就是后来的鼎错跟下错。那下错呢，在清代的发展比较兴盛，因为林定邦的长子林文察平乱有功，那林文察筹办乡勇到福建这个剿这个小刀会之乱，那后来又参与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被封为陆路提督，督办台湾的军务，后来在剿办太平天国之后战亡。那林文察的儿子林朝栋不仅在侵华战争这个立功，战后呢又协助呢刘铭传这个推展这个开山抚番啦，创立了新的事业，因此呢得到了经营跟土地以及樟脑的那种特权，这种特权。那鼎错林殿国的儿子林文清在中华战争抵御华军，他的长子林献堂在日据时代呢领导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领袖，对台湾民主的思想有启迪的作用。台湾文人士绅的部分呢，有关于这个教化的体制文人的那种任官，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同学可以看我们的课本里面的介绍，这边很详细的介绍几个人物。那今天的课程都到此结束，谢谢同学的收看。